系金师爷，金师爷，金师爷，金师爷早晨。佢系律师楼嘅财爷。掂掂掂啊！近排律师楼要开拓客源，金师爷你话有生意，唔推佢哋？廖家系有商人三十九，拜！一开大片做咗108单，佢凑客力满级。将趁早临定张平安纸，点样分？照你意思去办。有遗嘱、家族信托、住宅兼证婚、离婚、物业买卖，做到咪做咯，嫌钱伤咩？佢系幕后推手，打造明星大作。对家同个官嘅习性、喜好、惯常嘅套路，一定要事前了解清楚。你要不停反对，反对，反对，最紧要砸佢，砸到佢唔知自己噏乜。最强班底点啊？司雷需要我呢啲咁嘅人才，我帮人搞离婚诉讼，唔系搞散人哋头家。两位被公认为最强嘅 CP， 金牌师爷变做监趸师爷，无论律师楼杀人凶手，法律系我哋嘅救世主，系咪好大讽刺？怀疑被告利用佢嘅专业，企图将谋杀罪名推得一干二净。我当事人决定自辩，我现在恳请法官阁下判我谋杀罪名不成立。机智雄辩，以法胜天，发言人。